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古典神话《西游记》从这里起源。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世纪伟人周恩来在这里诞生。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台资聚集新奇迹正将这里告诉世界。就在这片魅力无限的热土上，财富与机遇总是结伴而行，创业与梦想早已汇成力量，奏响了一曲激情澎湃的华美乐章。苏北重要中心城市淮安，地处长三角北翼，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历史古城，一座兼容并包的文化名城，一座漂浮在水上的生态之城，也是一座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工业新城、现代新城。光阴的痕迹弥漫氤氲着历史的尘烟，古老的传统辗转而来是迷人的唱腔，文化的积淀孕育出淡雅超然的气质。过去五水交汇九省通衢说的是淮安的开放格局，现在南有昆山北有淮安，比的是淮安的台资集聚。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方迸发活力的投资沃土，如今正续写着跨越发展的神话。这里园区建设特色彰显，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科教产业园、省级盐碱科技产业园、物流园、海关通关点、空港产业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淮安软件园、台湾农民创业园、休闲农业示范区等一批特色功能区，如颗颗宝石熠熠生辉。业累计建区企业5000多家，这里台资高地快速隆起，富士康、台玻、敏实、明基达方、膳魔师等近400家台资企业纷纷抢滩而来，淮安 IT、 盐化工两大千亿元产业的龙头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强大的磁场效应。这里服务外包产业异军突起，全球最大的呼叫中心中国移动淮安呼叫中心，微软、搜狐、阿里巴巴、浙大网信等知名企业相继落户生根，花香满园。规范的法治环境、24小时海关通关、独具特色的101%服务理念，开发区以最真诚的方式、最诱人的魅力，为投资项目提供全方位、一条龙、个性化的亲情服务，期待着与四海人杰、五湖客商相知相逢、携手共赢。从南船北马到汉运楚风，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淮安，名人辈出，人杰地灵。如今这里在校大中专学生11万余人，一所所大中专院校每年为这个充满激情的舞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类优秀人才。按照东扩南联、三城融合、五区联动的发展思路，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典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努力创建一业一居的优美投资环境。当您独具慧眼选择投资的时候，这片青春涌动、激情燃烧、孕育着希望的成本洼地、服务高地和创业福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真诚地守望您的到来。这里
京沪、铜三、宁连等五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新长铁路跨越东西，徐宿淮沿高铁和连淮杨镇高铁将把淮安带入高铁时代。米字形铁路网络正全力构建，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通达国内大中城市的淮安涟水机场一派繁忙，交通运输十分便捷。从这里出发，全程高速一小时到达连云港，两小时可至南京，三个半小时抵达上海。淮安已成为中国东部、江苏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既可快速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又可接受环渤海经济圈的强劲辐射。淮安充满着生机与商机，激荡着活力与魅力，多元的文化融合塑造出包容开放的城市品格，也造就了从容时尚的城市秉性。热情爽朗的淮安人永远都将笑容传递在人与人之间。闻名世界的淮扬菜，热闹非凡的商业中心，流光溢彩的都市之夜，就像这美丽舞台上的华丽布景和璀璨灯光，与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们一起演绎着一幕幕令人难忘的精彩。水池彩练当空舞，在这个充满神奇和梦想的舞台上，只要来到这里，一种如沐春风的惬意，一种无微不至的服务，一种宾至如归的温馨，总会让您有一种放心、安心、称心的深切感受。淮安，今天的江苏北部台资高地开发区，明天的中国华东经济明珠。水池彩练当空舞，我只雅颂遍地歌。中国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